Okay, ready? Okay, on the three. Okay, ready? Okay, 大家晚上好啊。好，很好。我今天要分享一点东西，说为什么我要做 IU Wedding 的公司，因为我有几个条件才适合我的条件去做咯。第一，要找最好的公司。第二，就是好的产品，因为这个公司第一，老板只是一个不了。只是我们的一个 Dato Savvy AD 一个人不了，所以没有 partnership 了，所以要 yes 跟 no， 他会答应吗？第一，好的公司，第二就是好的产品，因为这个 Ayurveda 的产品啊，它是几百年流传下来的真正的印度草药，所以这个叫很天然的产品，公司产品。第三，这个公司的制度，它给我们的很好，是什么？合情合理。Direct sponsor 20%， betting 10%， 而且抓一个又一个很容易找，而且又 infinity， 没有限你多少公司产品制度，然后老板的心态然后还要配合好的上线，好的团队。 OK， 接下来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找到好的公司，好的产品，跟对人，做对事，用对方法，我们就是一定会成功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，做这种东西要成功的条件就是说，第一，想是问题，很多人他一直想这个公司可以做吗？可以去多久？我做了会成功吗？所以他想来想去，到最后也是问题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去做吗？叫做想是问题。假如你去做他一定会成功，你不成功，他也是成功一半嘛。所以人家讲一句话，成功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，所以你到最后也是成功。那很多人他输在那里，就是犹豫犹豫不决，able 还要问可以做吗？问那个驾驶师说，那可以做吗？他讲，假如可以做，我不用驾驶师了咯，是不是这样简单？所以你要问对人，做对事吗？你才会成功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输在犹豫，赢在哪里？赢在行动。所以我们心动不如行动，你要赶紧去做吗？才有看到好的条件吗？讲到最后就是说，相信就干，不相信就看咯。所以整句话讲，整句话讲到完就是，整句讲到完就是，想是问题，做是答案，输在赢，犹豫，赢在行动。OK， 谢谢。棒棒棒，拿到后棒棒棒。